大长腿和颜值都非常在线，所以现场要不要给大家来一段走秀呢？ 怎么走？可以吗 ？OK 吗？但是单纯的走秀略显无聊，要不来点道具配合一下吧，行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来，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们来给偶像练习生们上一下这个他们的走秀好伴侣。哦，哦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太可怕了。都分别拿到了哈。 这个太可怕了！哎，用这些道具能走秀也不容易啊，好吧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都拿到了。那我们这样吧，这个距离是不是不够，走的不够看，对不对？我们走长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往后退一退。我们这个 T 台的镜头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带来我们的2018偶像练习生 VIP 签名见容千人见面会的春夏大秀了，好吧？ 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看想怎么走，要不我们从两边慢慢走到中间，还是怎样？OK，那我和普凡一起走吗？啊，我是和普凡一起走吗？你们 OK 啊，你们自己想一起走就一起走。身高差，我穿着这样的一身，你穿的像个超模一样的，我觉得可以一起，睡一派对。好啦，来我们老师的音乐，准备。2018 VIP 千人见面会，春夏大秀，It's Show Time！Oh my god！ 走错，这里依旧是偶像练习生的走秀现场啊，没有看错。三分，没有投，卖了个萌，回来了。我们一起往前走吗？好，哎 ，Let's go。 等音乐，等音乐，等音乐，等高潮，五、六、七，差不多了。OK， 谢谢。这个有点过了。这个秀各位走的还满意吗？ 好啦，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。